今年年初 ，A 股和港股同时从2018年底的2400点开始绝地反击。反弹过后 ，A 股回调到2900点的时候，香港却跌到了2018年底股灾时的价位。港股最近再度落难，恒生指数已跌至接近2018年底的水平。如果仅仅考虑全球最大的三类资产，香港股市大概是目前水位最低的那个洼地。从估值来看，目前港股估值甚至低于2018年的最低点。过去的20年间，只有3个时期的估值低于现在。不少投资者应该会想，投资机会到了吗？没有人可以确定。但是 AHE 价指数正告诉我们投资机会来了。在这里，环球金融家先给大家讲讲恒生 AHE 价指数是什么。一家公司如果在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上市，就叫做 A 股。一家公司如果在香港上市，就叫做 H 股。但是如果一家公司在 A 股上市又在香港上市，该怎样称呼呢？这就叫 A 加 H 股，即 AH 股。恒生 AHE 价指数就是用来计算这些在 A 股和 H 股同时上市公司的价格差异。当一段时间内 A 股公司相对于 H 股涨幅过快的时候，或 H 股相对于 A 股下跌过快的时候， AHE 价指数就会迅速的上涨。简单来说，当恒生 AHE 价指数小于110时，那 A 股的机会将会好于 H 股。相反，当恒生 AHE 价指数不断高起时，则说明 H 股的长期投资价值可能好于 A 股。香港市场就更值得关注。更关键的是，在目前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，股息率 3.92%， 当成分股普遍业绩稳定、高分红，并且估值较低时，这样的企业会显著跑赢其他企业。如果你在 A 股持有相同的股票，不如在 AHE 价高起之时将 A 股股票卖出，换成同一个企业但在香港更便宜的股票。历史也证明，大多数这样的转换会有超额收益的。 AHE 价在历史上一直表现优异，这个数据背后的内在含义也就是价值投资，即是低估值的企业会跑赢相对高估值的企业。在 AHE 价指数涨上云霄的今天，历史会重演吗？港股又迎来了绝佳的投资机会吗？这一切都需要投资者们自己来拿出决策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们，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。